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总决赛第二场下半场比赛，上半场呢跟他打成27-27，然后因为上场被绝杀了嘛，这一场如果再输的话2-0落后又很尴尬。哎，这一场反正上一场输了之后呢，我马上做了个调整，就是把怪龙换下去，用孙悦啊给他当这个首发去对抗西蒙斯。这个是好像是我上一赛季去打这个七六人啊研发出来的，也不叫研发出来，应该是想出来的一个对策。嗯，对策调整做的应该是非常的及时。这场呢也是发现有这么一些效果。杜兰特但没有投进。上半场杜兰特挺准的，下半场第一球又没投进了。恩比德这边也没有。好，孙悦，我们这对面其实看身高啊体重什么的都挺那啥的，给战役怎么讲呢，他们对面身高体重什么的都还可以的，平均身高啊，所以我们也派出了这个比较高个的，对面是五大阵容，咱们也五大，我们这也是五个都是挺高的。现在是哈里斯持球，杜兰特防守他，他们拿到了自己的篮板。哎，好防！给下快攻，王世萌低脚三分漂亮。这样的防守不可能防住。今天的第一记三分球啊，第一记。回到了恩比德手里，球又回给了贝弗利。高角度姚明。没把他冒掉，连续投丢四个球后终于投进了一个球。下半场已经过去了两分钟，哈联打一个背身打哈里斯行不行，打托比亚哈里斯已经内线，哈里斯在防守，后仰好球。哎，可以上来直接把对面打停啊，这场必须要拿下。操之过急，而且导致了失误，他们需要把节奏放下来，让自己放松一下。现在球在七六人队手上，落后五分，球到了西蒙斯手。我看一下，孙悦下去了，孙悦下去，这边西蒙斯对西蒙斯又吃力了，开始。哎，差点抢断，刚刚。目前是第三节，比赛马上就要进行到两分半钟了。又西蒙斯，只剩下五秒。哎呦！从出手瞬间，裁判响哨了，对面犯规，他可以罚两个。这是他本场比赛第二次走上罚球线，这一罚没有罚进。他两次罚球都投篮板，漂亮！西蒙斯两罚不中。给这不是什么好道，这次进攻打得非常快，他将球传到了一个空位，队友跑出去正好接住了球，球到罗斯手。下半场我们逐渐占据了主动，对面恩比德也下了，内线没有强点，可以就只能靠西蒙斯，西蒙斯又没外线的没篮子，只能怼往里边，对吧，不慌啊！哎呦，哇，就是各种突。本赛季打我们命中率80%，夸张。杜兰特。杜兰特，下半场没进啊，都各种打铁。球到了布莱恩特手里，博尔登。现在罗斯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分。这一球被干，两位好帽，给王拿球，漂亮王哲林，这下快攻下的感觉都不像是王哲林，对吧？在我们这儿既能防守又能暴扣，有点厉害了。周琦要上了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们的进攻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。西蒙斯的这球，哇，这西蒙斯。这是卢，
吊姚明，勾一个，好。可以看到他们下半场有更好的出手机会，他们也把握住了。他们的得分效率非常高，投篮命中率节节攀升，球到了西蒙斯手里。西蒙斯扣篮，这就是缩小分差的方法，打出一些能够入选精彩得分镜头集锦的表现，镇住对方。是的，并不是每个两分球都有一样的效果，杜兰特球才能带来更多的效益。他的打法非常巧妙，他可以传出好球，也可以像这样自己攻击篮筐。一发发不错，这两次罚球都罚进了。费城得球，七分的分差。球到了哈里斯手，西蒙斯真的是螺丝持球，他在进攻端还在努力找回手感，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比赛当中得分。本西蒙斯突破，这仅仅是他第一次出手，又投中了费城。给杜兰特挡一个，挡一下，最后时刻杜兰特漂亮。哎，第三节打完我们说领先七分，这是比较稳了。稍后我们就会回来，请准备好。哎，这比上一场比赛打的这么焦灼的那种比赛啊，是确实要稳一些。这是团队配合的经典演绎，不得不稳。这场比赛再输的话，这场比赛我们就二比零落后。那我感觉如果二比零落后的话，就得打抢七。以我的这种风格，也不叫以我的风格，应该以我的这种运气来说，经常是碰到这种情况。德罗赞在湖底，三分球来了。沃艾伦，今天没得分，因为上的时间也比较少，从首发打成了替补。主要对面 A， 主要为了对上这个本西蒙斯，本来正常都是沃艾伦打首发。很紧，球到莱尔斯手，出手是三分球，进攻方拿球。哎，篮板！恩比德这球运球有点太没劲，这种机会他失手的概率是很小的。到了中路，这一记漂亮，暴扣是大力沉，双手暴力扣篮，这种扣篮确实能够稳定他们的领先优势。球到了哈里斯手里。已经到了第四节，双方打了一分钟了。莱尔斯，第一位恩比德拿球。哎呦，恩比德，哎，这边火，德罗赞的一个盖帽，周琦下快攻，给到阿联。一个漂亮的上篮，他轻松拿下两分，有了助攻攻的活动。哎呀，一顺百顺啊。左侧哈里斯，球又回给了恩比德，出手瞬间对面犯规了，他准备上罚球线，一罚两个球，他第一球投进，七六人队换球，两次罚球都进了，姚明回来啊！目前双方已经打到了第四节，郭艾伦，又是郭艾伦对这个给 E， 右侧的侧翼。郭艾伦对直，要投三分了。来，孙悦，好球！非常准，他们现在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啊。是的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下半场的效率非常高。哎，球出界，七六人队继续获得球权。孙悦是有点打出了我们这个上个赛季的这个最佳第六人的状态，虽然没拿最佳第六人。但是当时是我们球队的最佳队员，替补带队得分，框框框啊！抢到了球，好球！姚明抢断，对面的失误。E 拿球，哎呦，这个抛得太远了，这个。轮到费城来表现了。目前是第四节，比赛已经进行了大约两分半钟，犯规，费城 E 建联。首次犯规，这是西蒙斯。
球到了恩比德手里，回传给西蒙斯，内线，恩比德他接球扣篮一气呵成，他的这个传球让防守球员的反应。孙悦好像有点累了，太漂亮的助攻了，可能可以休息了下去。本场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。那我们换一下吧，孙悦这边没体力，确实不行了，他这个体力。换刘伟还是郭艾伦？刘伟体力多。德罗赞换成朱芳雨吧，朱芳雨还行，可以投投三分。然后王世鹏给谁上呢？这样朱芳雨去这一个打拉防，这是我们上个赛季这蛮好的一个防守阵容。易建联累了休息，周琦顶一顶。七六人队持球落后十分，到姚明再打一会儿差不多可以下了，再领先的话九分球。姚明待会再打一个差不多可以下了。战术安排是的，这个暂停叫的真不错，还是把战术安排给队员讲清楚了比较重要。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本场最佳球员凯文杜兰特，他在比赛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内线的杀伤，他今晚像手术刀一般的犀利，他一直在积极的移动寻求机会杀到篮下，防守方无力阻挡他，他抓住了这一软肋。在最激烈强度最大的季后赛舞台上打出像他这样的表现，朱芳雨需要一个挡拆，挡拆之后的三分球，这球投丢了。黑色的防守可不行，幸运的是他没有投中。但愿这次只是防守球员犯了一个错误，如果这就是他们准备对他采取的防守方式，那他们就有麻烦了。西蒙斯拿球，伊戈达拉在紧紧跟着。哎，可以。空中接力如果成功啊，会非常好。一分半钟的时间啊，这个其实算是。伊戈达拉接球接的有一点问题，哎，好在是投进了。差不多一分钟十分，姚明真的可以下了。姚明今天八分五个篮板，没有死。哎，好球，一个抢断。可以。终结比赛，十分球，姚明下去吧。给王治郅上来投一投，找找感觉。西蒙斯持球。球到了恩比德手里，球没有落进篮。姚明这边把恩比德真是对方没有命中，防得死死的。周琦今天没得分，来干一个。这是卢，刘伟也没得分。三分球，好球啊！漂亮的进攻高潮，直接锁定了胜局。我们这波进攻高潮，总算是把这场赢下了。非常不容易。西蒙斯拿球，他出手瞬间对面犯规，背上罚球线罚两个，一罚进了。七六人队看上去完全不对，他这次罚球状态不错。对他们来说，现在是拖时间的最好机会。没错，他们可以想办法拖一下时间。主吧，哎，王治郅反正上来嘛，给他打一个，对不对？上都上了。冷箭来一发，哇，这个时候准，这个时候你给我准啊，这关键追分的时候怎么多来几个这种球。现在史密斯，博尔登，这个反身上篮真是太漂亮，他在篮下的手感和灵性都太棒了，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个反身上篮。再走一个，这两分哇大致，嗯，这得分效率，这要放在前几节就有用了，这垃圾时间稍微有一点点，对吧？好，这样呢大比分1-1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